我来去看你。你工课免做啊啦，你休困一下啦。吼、哦，你今仔日脚手真美丽啊呢，囡仔你也甲洗身躯洗好啊，啊饭菜你也穿好势，还阁有哦，今日菜色阁特别澎湃哦。无咧老爷，我今日困过头咧，我即摆等大二问尔，我就是讲要退休逍遥，我拢无做咧。你困过头？嘿啊，啊恁当个基姨的路才啊女婢？无啊，打我尔。啊，你更加无可能啊！文府大大细细，我也看了够多。你说我感觉真清气，哦，而且所有一切都有人甲整理过，清气呢？那若无请机宜的人啊，那有可能？我甲你讲，哈、啊，这件大事吼，一定有蹊跷的咧。对对对，我知啊，绝对是主娘倒转来，知影讲我受过骗嘛，伊帮我倒做的啦。你这是无稽之谈。我真希望讲你的主娘会当倒转来，无这种算数啊！啊，你若想讲你的主娘若倒转来，为什么无要跟咱见面？嗯，安尼嘛是对呢，那无敢见面呢？感觉这件代志非常的疑问的咧，你需要爱给我提高境界。这段时间我若往到京城前去，文府、都庙、各文妖一起挂，拢不准你打出门。好，我甲这门关好条。一定要顾好势，看谁人直接出出入入。哦，好。安怎？我巴肚小弟拍鼓啊呢？拍鼓？哎呀，啊你老无吃？无吃。好啦，既然啦安尼先，这菜洗汤嘞，你来食一顿饱，今个煮甲真澎湃哦。汤嘞，汤嘞啊！